今天就随着阿凤老师一起用神奇的激光切割机做一把游标卡尺，一起向古人的智慧致敬吧。现在我们来看到机器的操作部分。首先我们把材料放到机器中，盖上机器盖子，按开始按键，机器就可以开始工作了。屏幕下方的微信公众号，跟着阿凤老师一起用神奇的激光切割机做出更多酷炫的作品吧。神奇激光造神奇物，咱下一节课不见不散。